信心来赞美这位爱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在过去几天我们讲到安提阿教会对你们有祝福吗？你们有蒙福吗？如果有的话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因为我真的很希望看到弟兄姐妹在这边，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查经的，所以每一天我们读这一些短短的一些的查经的教材给大家。那今天继续讲到安提阿教会，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个特色你知道是什么？是兴起领袖的教会。因为当你仔细的去看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他就讲到在这一边有许多的不同的，有先知，有教师，有巴拿巴，有西面， 有许多的人在这一边一起的服侍，一起的敬拜，一起的进食祷告。就是说这一间教会它不是一人当家，这一间教会它是一个能够兴起许多人的教会。 我就发现在这个的时代教会需要是兴起领袖的。张牧师一直教导我们，他的目标是成为春泥秋雨，是能够兴起领袖。安提阿教会兴起了许多的领袖， 我的祷告也是在我们的教会也要做成是这个样子，是一个兴起领袖。在这边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教师、牧师、布道家、先知，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使徒。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你在一个使徒性的教会，你在一个要改变世界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我们一直相信在这一边只要你愿意活出上帝所给你的呼召，你的生命可以是很不一样的生命。你的生命是一个领袖的生命，是一个老鹰的生命，是一个影响力的生命，是一个使徒的生命。安提阿教会是这个样子，我鼓励你，你也是，你是一个成为在主里头找到身份、找到命定、找到未来、改变世界、翻天覆地的使徒。祝福你，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世界。
首先进入到教会首页，点选右上方的线上奉献，选择您的奉献方式。点选左下方的国内信用卡奉献，输入奉献金额并送出，接着会自动进入到信用卡交易系统的页面，填妥您的信用卡资料，点选 OK。 最后请务必填写信用卡奉献资料记录，填写完毕请按送出记录，看到这个页面就代表奉献完成咯。点选中间下方的银行转账，分别有四个不同的账户，请根据您要奉献的项目转账到该账户。先别急着关闭页面，使用银行汇款、ATM 转账奉献，请填写页面下方的表单，并在留言内容下方填写转账账号末五码和您的汇款金额，或来电02-7751-7724告知您的姓名、联络电话、收据寄送地址。您也可以选择实体奉献，只要到美和堂的飞鹰书房，将您的奉献投入奉献箱中就可以了。